我是超人打坏人，我是超人打坏人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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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忍者打怪兽，我是忍者打怪兽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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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是美梦成真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在玩具店 go go。诶，喂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在玩啦，不行啊！你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吗？做什么？我要这次来陪你玩。好，我仙女会打败你的战士。你很幼稚。打！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在玩而已。玩？走走走，不要跟怪叔叔玩哈。有些大人真的不明白什么是好玩呢、啊，自己玩，打打打打，就在玩具店，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，你所要的这里都有，这里能够让你梦想成真，耶、yeah! ！这里最棒了，你可以在这里骑马。你也可以在这里赛车，你也可以在这里爬上爬下，对对对，耶！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玛丽的顾客，我在森林里玩都没有这些玩具店好玩啊，真的吗？真刺激哦。嗯，这里是世界上最棒的地方，我再也不要离开这里了。哇，这么巧，我也是哦。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快来这世上最快乐的地方。